你看这老爷子，91台七蹬车呢，单位就用了8000多，怎么着？哪管闲事？不好，也不管闲事，真没事。不管闲事，哎，管闲事不行。这位90岁的爷爷啊，退休金有8000多，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爷爷为什么会说不能管闲事呢？这是遇上什么事了吗？请您一圈三连，咱们一起来听听。你看这老爷子，91台七蹬车呢。哟，您91啊？没呀，不懂。90了。34年生日，90了，快了，到生日。嘿，那您真棒，您这身体真棒，太厉害了。那您这怎么保养呢？这是？哎呦，好动。啊，喜欢运动。对，喜欢运动，就是愿意干点活，就得动起来。说反正愿意干活啊，不干点活不好受。年轻的时候这得动起来。哎呦，年轻哪呀，一般这么比不了，是吗？真的，一般人呢，70能骑自行车就不错了。不是。现在80-90嘴里骑自行车有的是，那您得身体没毛病，什么毛病没有？毛病不少，毛病不少。现在最近这些毛病太多了，哟，太有毛病是正常的啊。你算都这90还那倒是多少？对，甭他们就像母的都不成了。是啊，哪管闲事，不好，也不管闲事了，没事，不管闲事，哎，管闲事不行，没必要。我得想开一点。对对对对，你想半天，你想不开不对。很多人都想不开呀、啊。想不开呀、啊。应该是想的。你说对不对？是。你就比方说啊，受骗，受骗受骗。你说对不对？我要点东西，别人给拿走了。他吃了，他吃他的吃，他拿走拿走，我这样。我得想开一点，不能较真儿。你较真管什么用啊？家庭问题，养家不生气，生气不养家。哪有没有锅巴不碰潮，碰碰潮？你说说，对，是不是？您说这个，哎，对，互相包容就得了。过，是，你打听过就过，你不打听过，那得干事儿，厉害就得了。属于家庭方面的问题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不可能思想一致，我跟我老伴儿闹意见，观点不同。把这个问题那么看，我那么看，较真儿就得闹一下。你保存你的，我保存我的，坐着看，没办法。对，你打算生存咋的？亲戚给骗了，路放一个路放，值几百万，给骗走了，骗走你出去。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对，那也没辙啊。你说从法律上他们也懂，告的。说人倒霉就得了，属于吃方面的，愿意吃什么多点嘛。我呢，吃慢慢香。哦，吃饭也不忌口啊。不忌口，后来我病不少啊，不能得息肉。你像咱们是个英雄们，让敌人把枪挑出来之后，自己把天一干，就比我这种精神。嘿，你没这种精神不行。嘿。也有的毛病，当初该看的看，该笑的是，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别把这看得太重，你太重的家庭负担没必要。对，反正我是这么想。对，您说的对，有道理。该吃药你吃药，该休息休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一般别人缺，但是有的由不得，你出门在外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有的遇人，克服就克服，哎，以前不吃饭也能凑合干，是啊，以前吃三顿多吃点儿也行，什么条件都得适应，没错没错，必须想开，对，想不开不行，心态很重要，哎对，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搞绿化的，绿化，对，我在园林局，园林局，那好单位啊，好单位，在天坛待了几年，景山北海，最近有，哟。是吗？真棒啊！嘿，那可好，那好单位不错，多舒服啊！单位也是一方面啊，关键是人。行，我那都是没少得罪人。一看您那个性格比较直爽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、您是山东人，河北人，河北啊、比较直爽。那在那儿要退休的话，现在应该还行是吧？单位退休了。单位就用那8000多，怎么着？可以，8000多、啊。对对对，哟，那可以，那相当可以了。你反正比高比不上，比一般
哎，行。然后九十应该还有补贴是吧？八了八是不有一百吗？啊，到了九十还加五，加五百，加五百，吃不起吗？八千多的肯定吃不得，吃不起是吧？肯定吃不起。啊，真棒，真棒！干什么事情啊？想开，没错，必须想开。嘿，爷爷说啊，什么事儿都得想得开，放得下。您觉得这容易做到吗？您有过想不开的事儿吗？最终是如何放下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指教。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